好，大家好。接驾在你们之前的运通，坤大运通，班开始向卢吉拉姆行30公里前的运通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坤大运通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请点团师慈悲前到立功，坤大立功。各位姐姐，请坐下。点团师。好，先靠。
啊，那伊迄度人唔无印象，那样在，伊就伊是坐游览车，所以伊就等。啊，那不是，那是坐火车的，时间到伊就是开去啊，伊无咧等你，所以不一样。所以吼，咱即摆知影有经验啊，拢总吼，若去看到伊码头吼，都要到啊，伊就宣布码头要到啊，吼，遐个看现场人来排啊，因为安尼吼，行好前吼，尤其是吼，咱看是通关咧，唔免甲人排，是自由通关过，安尼个就紧，所以就讲变成我去坐这火车会等等。啊，若无吼，迄阵人即摆吼，咱的大陆同胞吼，看来咱金门的吼，有够济。然后三天游啊，几天游都不够性，吼、哦。所以人讲两岸一家亲呐，吼、哦。因为从伊嘛做伊嘛讲吼，咱会当吼，怎啊定吼会当吼两岸和平的两岸一家亲呐，吼、哦。哎、嗯，因为吼汉呢，这应该是负责人讲过，但是吼我也是吧，因为不管呢，领导甲吼我讲吼，伊有啥的。